旁边，你可以上去，你可以上去，上面，上阿面，上面。明，做什么？哦，好，你死了，你十块我了，留操！给哈基十我。块，哈基快走，快走，哈基！我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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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快快！赶紧你挖。好。这边又有一块。钱钱钱！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还打我？没有，我刚刚想过去，想说，不对，你在挖。好穷，好穷。他自己冲，赶快赶快挖个20块，马上换，马上冲中间。蓝金又有了两个，好好好好，我上去换，你挖你挖你挖，换我换我换。好。啊，对啊，腾腾蛇啦，小帮手。腾腾蛇，投靠小帮手，也是御三家的，两个人的力量。他的进化是超腾蛇。进化一颗再一颗。挖出一颗铁啊，小帮手！有有有，有，旁边还有一颗哦，给你。挖了三个铁，挖出两块黄金放在那里。嗯，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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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不知道怎么上去了。你屁股后面。嘿嘿，二零。没没没没没，就不小心，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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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小心，嘿。哎呦，繁星好多好多金砖哦。哎呦，那我来抽一下猫战了，用普通粉蛋卷。那个男的抽到。干嘛？我已经有要换了。那我上去换。好。哎、欸，这边这边。我往这边。好，我看到的。刚挖钓鱼。他自己有挖中间了吗？挖完了，挖完了。Good good good。怎么了？这里有大财宝是不是？很笑。黄金被夸奖，你很棒哦，很棒哦，很棒，猜一个，很棒。哎、欸，我喜欢你的拖鞋立项哦，明月、哦。嗯，明月错了吗？没有啊，看到兔子拖鞋。哦，兔子拖拖，他们已经有来了，他们有要来抢铁了。超穷，你到现在还没挖到10块钱？真假的？真假的？你今天也太衰了吧你！一定是我昨天抽了三张，一挖就挖不到东西。嗯？哎呦，黄金黄金！哎呦，金砖金砖！哎呦，有的都是钱啊！来，阿健和先生跟奴隶，奴隶，奴隶，有了呀！一波高，喂，奴隶。太猛啦！完了，他们已经来我们家四处捣乱了。走到楼上去。大家黄金赶快都挖走，免得被人家挖走。原来他去挖的那是锤石。我刚我们两个一起干啊。哦，我想说他去那边刚也有那边入口下，我想说他那边比较快，结果真的比较快，太快了。是啊，蛮快的哈。咻一下直达。我要去他们家，气噗噗，气噗噗。我也在他们家。那叫他们都来我们家。No。咦，感谢感谢。咦。嘿。嘿。怎么还不 ？OK。黄标。邪恶的笑声，求个安妮。好了，别动，我先挖了，别动，我先挖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别动，我先挖了，我不要再下去了。啊！阿基被带走了。嗯，白痴哦。阿基，我们会想念你。我们缅怀你。我们感念你。噔噔噔。多矿洞哦！呀，他们洞坑坑巴巴的，我看到他们国王了。他们国王就是腾腾蛇哎，是草蛇。腾腾蛇国王。喂喂喂，没有黄金，自己人自己人，麦吉麦吉麦吉。
啊，制服妹，制服妹，慢起，慢起，慢起。来，制服妹，我们一起挖。觉得怕、啊？铁给你，黄金给我，好不好？干杯，干杯！不要挖就脚底了，会痒啊！哦，脚。石头。蓝色手过来了。给你石头。有一个蓝色的手过来了。哎呀！我用石头跟他交换到牛排，这怎么做好？哇，太赚了吧！人太好了吧！他是吃石头的，他是石头妹子。哎呀，还是可以的，可恶！哇、哦、哇，往往脚下生金砖啊！哎，居然！哦哦。真是的哦，蓝色通走过来了，哦，他还把钱给我，哇呀！制服妹，制服妹，制服妹真好啊！哇，明明人真好，应该是你撒钱给人家，怎么是你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但是他撒钱给我，我这个出巡很贵的、啊。哇！哎呦，常客哦！哎呦，没事。哇哇哇！哎呦，来，妹子妹子，铁给你，铁给你。他们不能领提款机了。你干嘛？你又做了什么？你爸站在那里啊？没有了，我只是买了一堆箱子，然后把它塞爆而已。超坏！因为箱子不是不能破坏吗？一定要炸弹啊！哎呦，有啊，那好聪明啊！提款机全部用箱子塞爆，新的捣乱方式、欸，好过分。好优秀哦！哦，二零要改了，二零要改。没有，这算是一种战术啊。对啊，因为你要花钱去买，那个可以破坏啊，没关系、欸。可是那个破坏会超反的，就是你要亲手炸自己家。不知道角、嗯，不知道是不是有角度还是点得到啦，不过应该缝缝里面还是可以挖得到。哎呀，我把铁给他，他黄金给我，负责抽黄金交给他。哎呦，相信你的字母妹子，你的抽运很好的，这里还有很多铁。阿纪，你可以你返回弄回，弄回来。我以为抽运，他抽运超好，四个黄金呢、啊。哎呦、哦，你已经点了，你好会抽啊，妹子。幸运的妹子，字母妹就是赞。你看，字母咪咪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二零，人家比你好多了。你这国王不中用啊！你这国王多少钱？85块，连87都不如。潘国，潘国，潘国，头去宰了。国王生气了。我要制服魅国。制服魅，制服魅最高。不忠心，哎、可以可以可以。没有我忠心于制服魅。中间怎么一直在爆炸、啊？我先下去了。感谢烈魂续订。啊，赌上这条命。他们也在做假的、欸。嗯，一样。要60喽。这样会很刺激。不错，600。蓝色的不要让他回家，打他。蓝色还在我们家。时间快到了，哇哇哇！哇，我只挖到一个，不行，前后夹击，送了石头。我刚只挖到一颗，没踩好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在收集石头，不好意思，石头短缺啊，国王。啊，你不是国王，那没关系。我不是国王，没事，但是我还是怕。好怕，还是怕冲过来喽！2020，强化一下20。没有，我要拿棋子啊，所以就嘿，让给你。没有，你可以强化，让我们验证一下国王的运气有没有。20多了一个桥耶，然后对啊，他现在有桥了。这个桥漂亮 ，beautiful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 ！Yeah， beautiful。刚刚干嘛？完了，我刚刚干嘛？叫麦当劳。给我们钱。哎、欸，帮我们买地吧。
哇塞，我买汉堡可以的，地堡不行了。汉堡也可以啦，汉堡可以。哎，哈基请吃汉堡，要的加一，耶耶，那聊天室一堆加一跟你讲。耶不要不要在我这里加，在我这里加没有用。对，到哈基台点餐啊。不要一下巧克力的粉丝全部冲过来，我还真的有。那你等下就会洗版。你就顺便播一下，我跟你讲，那人数上最多。偷偷播的。不要在那边加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你再加下去就要被笨了。来放三个书柜。老林，抽一下啦！你看看你会有什么啦。等一下，我在累积那个钱，我现在钱有点不够。你怎么穷啊？你怎么比我还穷啊？这光头有点烂啊！哇哇！我一个书柜没放好。What the fuck！ 我不会洗板的啦，全部加一了，不要再加了。加加加加加加。祸从口出啊！完了，我的书柜买三个没有用啊，我没有隔一隔啊！二零，你看这书柜怎么办？哇！那就拆掉。哎呦！哎呦！拆掉！拆掉！拆掉！这什么都没有了！你在做什么？二零，你的八十！是会挡在这里，等下以后会要放书柜啊，会不能挡是吗？15、30、45块钱，你还我45块？我身上也就只有10块钱吧。那你抽，你抽，你要抽了吗？问错人了，他超穷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嗯，哎，看小雨蛙哦，攻击速度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，666啊，666，好啊。刚我一个巴西其实就是为了换取这个攻击速度，这样我就哇攻击超快，刷刷刷，快还要更快，用心良苦啊，二零。背面是正面的，哦哦，不需要。什么背面还是正面？啊！喵，真是啊！月老，我刚看到我们这些小帮手，明月哦。他到底正面还背面的？你们到底打一遍是怎么样的？有了有了，凤凰台放好了好不好？小雨，嗯嗯，小雨啊，小雨，啊、再不挖我要挖掉了，挖挖挖，你挖掉，你挖挖，你挖挖，我挖我挖我挖挖，哎呀！你那首歌很恐怖、欸、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，什么东西？下一首是什么？大家快笑他是吗？你会抽天谴？同一个版本呢、欸？超过分的，巴黎的歌不是不是不是我听到的啊！我最近听到版本是这个啊！啊，我刚挖掉。80人版本的，啊，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，你会下地狱啊，凡心！我是我听到的，凡心，哎呦，放哪个八七唱给我听的哈，我就都记下来了。啊，哲平唱的啦，就哲平啊，你跟他都会下地狱，他会下地狱哈，好像不太意外，地狱版本。这是地狱版本，地狱版本。嗯，我好悠闲哦。那个、啊，来附魔啊，有四个书柜。不是啊，我在挖东西都没有人来找我。可以尽情的附。哎、欸，又挖掉了。你我也很悠闲。你我也很悠闲。嗯嗯，完全没有人要发现我的意思。我按着我的 W 键，然后一直往前挖。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挖会不会挖去人家家里面。去吧去吧。我不知道挖的方向是哪边。父母怎么那么久？你真的是往对方家挖啦？对啊，我也觉得要过去了，等一下转个弯哈。永远不回头。我在想要不要附个防爆。13等，我看错了。哦，自己人吓死我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不敢碰。打我，结果是自己人。
我等下钱钱钱钱，没钱了。哎，努力几了？不知道。有三吗？三了吗？有啊，我刚升到三了。哎呦！然后我就没钱了，我就想去。我还抢你钱，你还好意思让我抢？没事啊。大家快笑他！不要再笑了，很可怜。照顾病。继续挖。嗯，直升机拆到只剩那个了，炸弹要拆的。然后这边，小姐，我看过亚郎一尼了不？那个笑话。那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一个阿伯，他骑着野狼，骑着野狼一二。然后跟一个年轻人说：“笑人呢，我看过亚郎一尼过不？这样野人一尼，亚郎一尼过。”然后他就冲过去了。然后那年轻人就不服输，也跟着骑。然后骑超过阿北的时候，阿北又骑超过他，笑人呢，我看过不？这样之类的，又的时候，他又冲过去。哎，这是什么巧克力？你还记得吗？啊，最后那个笑人继续追。